开始看这个狂战四面可以加到多少。我们的台友全哥啊，烙印勇士，他的纯真有 2.3 啊，天井大约968转，准备中，准备中，加这个还蛮吵的，有一个爽感。抹茶应该有看过这个吧？没有，第一次看到。真假？都看到影片而已。对啊。我上次看那个加超多，然后听说漏了快20000枚。对，干超前。他就一直进来这里，一直加，一直加。第30关呢、啊？他是30关。砍了砍了，哦，帅帅帅！哦，好猛好猛，很猛很猛，压下去，压下去，压一下。压那个吧，还是这个？没有，直接抓牌就好，直接抓。反正会有10只库存。按下去。哦，快快快！哦，大档。快快快！接点。继续扣。再扣一下。扣一下。啊，没了，很帅，我觉得真的很帅，跟动姐很像，你知道吗？狂气乱舞，配音员很有磁性，砍下彩虹，三只库存，再来，再一只。干娘都没有，网路都加的不要不要的。来来来，给他机会，给他机会。他吃什么？我自己不会，我不想吃。我是还吃得下。哎，没有你说的10关啊。平均的，好平均哦。拜托，来个10几关来看看，让我们全哥不能睡觉，到现在都还没睡啊。采光，很像鬼男主的感觉。我来试试看好了。抹茶扣一下。哦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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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次那天什么？那个暗能敲魂饭那种，那我就叫一个炸鸡腿吧。不要啦，不用炸鸡腿，我那有吃东西了嘞。你要让我肥死了，我已经胖的不要不要的。还有都以为我是一个胖子啊，听我的声音。哦哟，快10关了，快10关了，这个也是特殊的东西。上去，帅，快10关了，再次继续砍。哦，去去去，上去。帅了帅了，现在在忙，现在在忙。安南消魂饭，吃安南消魂饭。那是什么、啊？安南消魂饭是什么？安南消魂饭，不然你吃最贵，吃最贵。三宝。扣二啦。没有，那个不知道几趴。哎、欸。还有还有，现在6只。六只，再来再来再来。哦，双金叹号，怎么不是中音？中音不知道会怎样。落音，有了有了，落音就有了。在背面，在录音的时间，6只，最后一次，好了，拜。啊，干所有的10只，干复活。哇，这是复活吗？没有，直接开始。凹掉6只而已，就直接那个。才6只。有来可以，不然录一下歌，录一下歌，看这个歌好不好听。刚才在那边听你这个歌，好像还不错。蛮嗨的，
热血。喂，这影片太短了，网友会骂。妈的，那么短。准备走。这个是坏人还好人啊？好人啊，他被三千分的，不知道是开分还是应该没有，最多只能开两千。真的只开两千了，就是200,000分。拜托让我赢回来一点，干！我买赢3000变11,000多，哎，我快吐血。这个有说什么漆比较好吗？那这边就没差。这边没差。啊，白漆吧，白漆比较好。他开牌很好玩，他在外面超无聊，都玩不下去。但真的会睡着。真的，像是高知。这台好像给打没多少哦，1000多哦，那还好。他那时候跟我讲说他弃牌了。哎呀，他一直说是粪牌。对，已经认定粪牌，然后灭就出来了。太神奇。所以说，一定要先骂粪牌才会开这种东西。那我先打完。没东西了。没关系，再看看，看一下会有没有特殊的东西。他 RT 里面也会开牌吗？哦，还是不会？应该会吧。我没玩过啊。没玩过。这牌我每次玩也都不好，我玩的时候都觉得很难开牌。哇，那张里面的画面，六只就是240转的意思。像我们1000累死了，那你知道吗？不要啦，再拼拼看。它一关只能有40转吗？不会像其他的会增加吗？好像不会加。是哦，因为有一些是每一关会有，不一定会有30、50、100都有可能。我是从刚刚玩到今天没有加过。哦。240转，纯真 2.3。那、啊、你500枚，你要记得叫店员拍照，可以几点？是吧、啊？好，我差不多快好了，等他这边剩10转后，拍一下后面的那个库存的发生。可惜没有拍到很屌的。刚才那里加太少了，双星叹号，西瓜、欸，不知道是强瓜还是弱瓜，就是双星叹号，打架开牌吗？最后两转，干怎么没什么东西？双星叹号两次没东西。等一下啦，好，差不多要来拼虞姬了。欸，他是这样哦，好奇怪哦。俩拱，就是这个声音。准备中你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事吗？都很正常。哦，有啊，他叫我抓中间红漆，三个红漆。哦，啊，我有抓到。啊，就库存多一关。就灭跑出来了。哦，所以准备中就是有可能会用到灭这样。就抽到灭，他就
一级啊，他就显示一级啊，然后叫我抓中间红七三个红七，然后我抓到了，他就亮了，这么神奇。那个抽选应该也不好中吧，感觉。感谢全哥，那影片先到这里结束，来跟抹茶答个鱼，谢谢大家。